我哋透过了解名人嘅生平事迹，可以从成功者嘅经验中学习。今集教学设计奖励计划系列，我哋会听下获奖老师分享点样透过语文阅读，同埋聆听几位喺文化艺术上有杰出成就嘅名人故事，欣赏中国嘅书画艺术同埋对联。大家好，我是利马窦中学的梁子谦老师，今天会为大家介绍一份小三级中文教案的获奖作品《名人放大镜》。欢迎你啊，梁子谦老师，或者可不可以同我们介绍一下这份获奖的教学设计的内容呢？我簡單介紹這個課程的內容，學生會學習到一些名人的事蹟，都很值得他們學習做事態度的。在課文都會更加認識到一些語文基礎知識，例如對偶與對聯、加法識字等等的。其實我們就看到內容很豐富的，不知道老師又認為這份教案裡面的亮點部分在哪裡呢？教案的亮点是传扬中国的文化的作品赏识，那里目的是希望学生去讲出齐白石画作的两个特点，了解到齐白石画作变化的，从而就培养他们鉴赏国画的能力，藉此传扬中国的文化。另外呢，我们都鼓励学生回去家去找一些对联，或者看看有没有一些對聯可以攞翻嚟分享嘅，藉此咧都係希望學生會明白到中國傳統嘅文化咧係息息相關嘅。咁啱啱咧，老師就提到啦，其實呢一份嘅教案咧個主題就係名人放大鏡。喺呢一份教案裏邊咧，亦都係介紹咗有唔同嘅中國嘅名人嘅喎。咁或者可唔可以請老師介紹一下，介紹咗邊幾位，或者係佢哋嘅生平事蹟啊？佢哋有咩值得學生去學習嘅地方呢？好啊，咁咧呢個單元咧嘅課文咧，主要有三個課文嘅，分別係齊白石畫蝦啦、機智風趣的紀曉南同埋王羲之的故事。齐白石画蝦咧，就主要讲述齐白石从小画蝦的经过，由佢咧喺池塘边观赏蝦到自己养蝦的过程之中咧，佢都好努力钻研佢嘅画蝦的技巧啦，都睇得出齐白石咧系一个做事认真啦、有恒心同埋仔细观察的人嚟嘅。因为咁样咧，佢就成为咗一个全能的画家。机智风趣的纪晓岚咧系好巧妙咁应对咗乾隆皇帝的两个小故事啦，分别系解释老头子。同埋呢一個應對咗乾隆皇帝嘅對聯呢兩件事嘅，都睇得出紀曉岚咧風趣幽默啦，亦都顯示咗風趣幽默嘅重要性嘅。咁另外咧，王羲之的故事咧係王羲之從小咧去苦練呢個書法啦，而到佢最後成為書法家的一個經過，表現了他精益求精啦、堅毅朴實的一面嘅。咁所以咧，都可以從課文裏邊咧，學生可以認識得到同埋學習到呢啲名人的處事態度啦。咁頭先老師提到啦，其實佢哋除咗學習嗰啲名人嘅生平事蹟之外，其實咧變相都係對於學生有一個品格嘅培養嘅喎。就喺呢一個單元裏邊咧，其實老師就設計咗三個嘅教學活動嘅。咁或者可唔可以請老師同我哋介紹一下呢三個嘅教學活動係咩內容呢？好啊，咁呢個單元咧設計咗三個教學活動啦。第一個係對偶對對碰啦，我會利用 PPT 去展示一啲唔完整嘅對偶句啦。咁就俾學生咧因應對偶句嘅特點咧，從而揀出適當嘅對偶句。呢個活動咧係希望學生咧深刻去記住呢個對偶句嘅特點啦，好容易就會掌握到對偶嘅技巧啦。咁另外咧，第二個教學活動係作品賞識啦。咁之前都講過嘅，我會利用 PPT 展示一啲齊白石唔同時期嘅畫作啦，咁就俾學生咧去講出呢啲畫作嘅兩個特點嘅，都係俾佢哋了解到齊白石畫作嘅變化啦，從而培養佢哋對
國畫的興趣，直至去傳揚中國的文化的。第三個教學活動是對聯拼的，教師是設計了一張學習單給他們，學習單上面有些不完整的對聯，就要求學生因應對偶的特點來選出一些對應的對聯，希望可以鞏固他們的知識，加深他們對對偶的印象。另外我們都鼓勵學生回家看看有沒有一些對聯，或者上網去找一些對聯的，都是希望他們明白到對偶和對聯是息息相關的。剛剛老師提到鼓勵學生他們在課後都可以去找這些對聯和對偶的句子，會不會學生都找到一些比較有趣的例子出來呢？其實我都比較特別有印象的，就是有位學生他很聰明的，他就在學過的古詩裡面找到對偶句，他找了王之涣的《登官着衲》，整首詩都是有兩組的對偶句，很特別，而且他都很巧妙地就講出對偶的技巧，所以這個是對我來說比較印象深刻的。應該是這樣說，那個學生應該將他學到的知識是內化了，所以你說他由小一的時候可能已經學了這個，但是去到小三的時候他是再上對偶與對聯句的時候他可以應用出來，其實他知識內化了已經是。是啊，很聰明啊，而且那時候我都覺得很驚訝，他會記得這首古詩，而且可以找到他的對偶的特點，所以這個都是我很開心的地方。咁對於老師嚟講咧，有冇話喺呢個教案裏邊最困難嘅部分係乜嘢？對我覺得最困難的部分，因為是第二個部分啦，教學活動作品賞識。咁因為咧，佢哋小三啱啱開始接觸國畫啦，我哋就可能要求學生去嘗試講出國畫嘅兩個優點，即係齊白石畫作嘅兩個優點，對佢哋嚟講咧都有一定嘅難度嘅。同埋咧，當時候都好難從鑑賞嘅角度嚟講得出呢兩個特點，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比較困難嘅地方嚟嘅。咁最後啦，不如我哋都請老師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參加咗教學設計獎勵計劃對於你嚟講嘅意義同埋有咩收穫咧？首先咧，好多謝教青局頒呢個獎俾我啦。咁其實我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都好開心嘅。教學設計獎勵計劃咧，對我嚟講咧係一個里程碑啦，肯定咗我係教學嘅努力啦。咁之前咧都有參加過教學設計獎勵計劃嘅，今次咧更進一步去獲得呢個驕人嘅成績咧，咁我都喺呢度再次感謝利馬竇中學對我呢幾年嘅栽培啦，學校都俾咗好多支援啦、鼓勵我哋嘅老師嘅，希望喺作育英才上邊咧，我可以更加努力咯。咁而收穫方面咧，其實平時咧都會有參考一下一啲歷屆嘅作品啦，對我教學都好有幫助嘅，都會激發到我一啲新思維嘅諗法啦、點子，都對我幫助好大嘅。同埋佢哋都有俾翻個意見回饋我哋嘅，都令到我哋可以教學相長咯。呢個咧都係我嘅一個收穫，所以我都好開心我有參加到這個教學設計獎勵計劃。其實教學設計獎勵計劃啦，其實很多老師的作品都放了上網，是可以給同齊一起去分享啦，很多時候就是變成我們可以用作品去交流自己在教學上面的一些經驗和想法的，也都很希望教學設計獎勵計劃可以繼續成為推動老師不停轉研、不斷改良自己的教學的一個活動。今天多謝梁老師上來跟我們分享，下一集我們還會有其他老師上來跟我們分享的，記得留意了。